会，我是凯莉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带大家走一日京都必走的神社路线。我们会直接把重点整理给大家，总共会有三个神社。那这个月的平日，我们都会穿插一些日本的旅游。如果你是阿嬷的粉丝，我们的假日一样还是会上料理的影片。如果你们喜欢看旅游的话，平日也可以来看萱萱大杂烩。第一个神社就是无间道和神社。我们第一个看点呢，就是无间道和大社的楼门。那它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后面有一个石像，它叫做白狐日本道和大神的使者。不是，我不是石狮子，是道和嘛。道和大神的使者是狐狸，不是狮子，所以它是个狐狸。它每一只嘴巴里面咬的东西要不一样，那代表的含义也不一样。第二个看点呢，就是福建道和大社的正殿，大家来都是来祈求能做丰收、好生意兴隆。那它后面有一个小桌子，那边就是有一个火焚串。它其实在11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火焚祭。所以呢，那个小小木条，你可以在上面写你的愿望，他们就会收集起来烧掉，有点祈福的概念。传到天上去，神明就会保佑你的愿望就会实现。那正殿往旁边走的话，这边可以买祈福的东西、玉手啊，或者是纪念品。它求签的地方也都是在这边。求签的时候，你那个甩出来的号码你要记起来，再跟他们讲说你的数字是多少，他才会拿签给你。一次签是200。我们从大鸟居走进来之后呢，它这边就开始变小了。右边是走进去，左边是走出来。来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第四个看点，叫做奥社奉拜所。这一面墙上面挂的就是白狐会的，像这个空的，然后你就可以自己点缀啊什么。它差不多就是长这样。那你可以再往上走，路程大概2到3个小时，看你的脚程怎么样。所以呢，有准备想要健身的，你就可以去往山上走。山上也有一片，就是也是都是鸟居的。所以你如果身体还 OK 的，脚程也 OK 的，你就可以上去看一看，顺便去吸更多的分多精。那通常游客啊来到这边之后，就是刚好是一个 ending， 就会准备可以。那我们这边会带大家看一下第五个看点，是我们觉得很不错的一个地方。噔噔，我们的第五个看点呢，就是在奥社奉拜所旁边有一对轻重石。你可以投钱，然后许愿，把你愿望讲给他听之后，你就把你眼前那个石头搬起来。你如果搬起来的时候，你觉得比你想象中还要轻，那就代表说你的愿望很容易就会实现。那如果相反的，你搬起来觉得比你想象中还要重的话，那可能就是有一点困难哦，你需要更加努力。你现在就去用一个我看，来念出来。天可以大受欢迎啊，每一步都破万的点击。完蛋了，好臭哦！现在来到的是八坂神社，它位在 JR 线的紫园寺条这一站。一出站呢，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很大间的歌舞伎剧院，蛮壮观的。那走着走着呢，就会走到的八坂神社。我觉得这边其实是位在一个交通很方便也蛮热闹的地方。第一个看点呢，就是这个西楼门，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财产。它在这条街的远方就可以看到，因为它刚好是面对一条街。哦，刚刚就是直接从那边走过来。这边呢是第二看点，它就是祖界，它主要拜的神明是让你没有疾病，就是你的疾病都会痛痛飞啊，说不见，就是身体健康的那种。建筑非常的独特，它在2020年被视为是日本国宝。投钱进去之后，就开始铃铃铃铃铃铃，把你想跟他讲说我的什么病赶快好，你的愿望啊，你什么之类的。接下来呢，这个是第三看点，这边有一个美玉前社，传说中是最漂亮的女神明，有很多做相关美的事业，比如说美容啊、美发，或者是爱美的人都会来这边参拜祈福。
这很特别，是它就是有一个美容水，就是用了美容水之后，你就会变漂亮，它会散发出你的内在美。那可以滴很多吗？他说滴两三滴可以让你净化。那如果五六滴嘞？五六滴可能就直接变仙女了。没了没了，第四个看点呢，就是这个大国主色，求姻缘啊，求恋爱，求婚姻的。他的神话就是说，他拯救了一只黑色的兔子，他为了报恩，他就帮这个大国主命结姻缘，让他找到好的姻缘，会找到好的姻缘，好的恋爱。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地方呢，就是清水寺。那清水寺它就是也是比较偏山上，所以现在晚上呢其实很冷。后面这个呢是日本最高的三重塔，从上面开始带大家来看看点。那这个地方就是拥有了两大看点，一个是清水的舞台。它是用特别的工法，然后用木头组合建造而成的。再来就是望远过去有很漂亮的景，那里有一个京都塔，那里就是京都站，人超多嘞，而且都是斜斜的，就是每个人都挤在前面，我们现在才算在后面的地方。我觉得那个录影没有办法拍到那么漂亮，画面没办法呈现出来，真的只能用自己的双眼来看，很壮观哦。终于挤到最前面了，那栏杆就在这里，然后前面一望无际，枫叶超红的，然后远方就有夜景。这边呢就是清水寺本堂旁边的樱雨瀑布，然后呢你看它现在有三个水道，它每个水道都代表不同的，它有学业，有爱情，还有健康长寿的。对，然后你就是可以拿那个勺子捞起来，然后就是捞起来之后你要把它一口喝下去，你的愿望才成真。一下淋一下，所以手的也可以这样子用。应该吧。现在就沾一点。以上呢，就是三个京都必走的经典神社。逛到它关门了，腿有没有很酸？有很酸，而且又很冷很冻，可能不小心撞到就会跪下去的那一种。但是真的一定要来，你应该走一圈看，漂亮，超漂亮的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也不忘按喜欢、分享、留言，别忘了订阅、开小铃铛。下次见，拜拜。